特别的观雾山庄。升旗典礼开始，好久没升旗了。好可爱的观雾警察局。来这边上班不错哦。观雾游客中心里面。这么特别的，漂亮。进来要先量体温。水声越来越大了。瀑布好远，我不知道这样大家看得到看不到。回程的，啊，绵延不绝的楼梯，啊，累死。这边是住宿的地方，就是小木屋。茶花庄，哦，这边种的花好香哦，有一股香味。